我是主持人默默，台语唔来当广告，台语爱在时代进步。我的台语虽然破破，水亏的台语爱摸一摸。台语是咱文化的宝库，咱来学台语 ，Go Go Go！ 欢迎你收看今仔日的台语讲世事。这默默边啊嘞，赶快是咱的好朋友，你讲叫台语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陈宏辉阿辉老师你好。默默我爱好，各位观众朋友，落个暑假。哇，阿辉老师就厉害呢！一开始咱讲的这是多一组的这个话，那还好，这是帮助阿辉做的啦。是是是，阿罗格苏格是台湾的，台湾嘿。好，所以讲为阿辉老师今仔日甲大家这个这个拍招呼的方式，阿个咱两个的清查，就知影讲今仔日要讲的是甲咱的关注民族诶有关系啦哈。哦，赶快一开始咧哈，咱来招咱的观众朋友到底来看一段华语的新闻，看会安怎翻作台语的哦。泰雅族歌手云丽斯与年轻族人一起吟唱古调及传统乐曲。台湾原住民族从1984年起，历经10年大小抗争，才成功争取证明入宪。今年适逢原住民证明25周年，迎接8月1号原住民日，邀请1987年参与打破无缝神话系列抗争活动的石明雄牧师还原抗争历史。无缝的这个抗议，一直到现在，看起来周围的人全部都是外族，大概只有三四个是原是周族的。我非常的难过，自己的人没有参与这个事。原民会也与国家图书馆合办特展，回顾400年来台湾原住民族从自己的土地上失去权利，到1980年代族群觉醒，历经10年的抗争，终于在1994年将沿用40多年的山包更正为原住民，并在1997年第四次修宪，进一步证明为原住民族。2016年行政院特地核定8月1号原住民族日。证明运动不仅仅是名称的称呼的改变，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的这次特展里面呢，证明运动的诉求里面是包含我们要求要成立我们自己原住民族事务的专责机关。那后来从台北市到中央到全国都成立了原住民族的专责机关。为期20天的还原证明特展，总共6个展区，邀请大家来了解原住民艰辛证明运动的历史。好，老师哦，这段新闻的讲到的这个这个原住民族因的这个事件，包括拄只伊内面有讲到这个五峰新闻，五峰当上，对，这咱小陈可能加减拢会讲到啦。好，咱先来看头一句，伊讲啊，这个证明运动的诉求包含要求成立原住民族事务的专责机关。老师，这台语要怎讲？这正名运动的诉求包括要求爱成立原住民事务的专门机关。老师，这句基本上就是教练安尼啦，有几个小夸伊了啦，先讲讲要求爱成立什么会？是老师这个爱字吼，伫个咱台语内面足重要，对无？定咧用啦，定咧用。啊，咱的这个爱唔呐，干呐讲什么？我爱你，你爱我，这个爱。诶，其中一种意思。其中一种尔，啊，够其他。譬如讲，这边的爱就是意思讲一定爱安怎迄个意思。无安尼袂使。对。好，所以讲这就是爱成立，这个一定爱诶，这个爱，啊，够其他爱对无？就亲像讲，你要爱什么会？就是要爱需要，还是讲你要得到啥会？想要得，想要得，所以讲爱这里伫咱台语是有足侪意思的啦。好，咱再来看后一句。台湾原住民族从自己的土地上失去权利，到1980年代族群觉醒。老师，这句台语要哪来讲呢？台湾原住民族对家己的土地失去权利，到1980年代才有族群觉醒。咱这句基本上嘛是跟汉字拢差不多啦。华台差不多，老师，咱来讲一下。因为咱阿辉老师伫咧过去吼，都为咱讲为即个早期。咧救华西街的，有参与到一部分原住民运动，一寡事件吼，有参与到啦。亲像这个，应该那是1989年的左右啦吼，伊迄个有原住民团体加长老教会一寡组织吼，来发起这去华西街救援这个幼鸡吼，是安怎要去呀？因为迄当阵啊吼，就这原住民诶，这个查囡仔吼。
我们未去华西街做游击安尼啦，吼，有这个事件，有这个运动啦，吼，所以阿辉老师对于咱的原住民族，因的这个运动，都淡薄这个领吧，八零年代有淡薄参与啦。是，老师我问你哦，吼，就是讲咱只有讲到这个族群的觉醒，是，吼，咱知影讲即马咱称呼因做原住民族，吼，但是即马又个分甲愈来愈有，对无？哦，所以就是原住民族是宗亲啦。是，所以因早期的认识是因的这个角姓有分，早期是为汉人甲原汉原之间的角姓。应该是讲有汉人的这个侵入打入去因的土地了吼，啊有产生这原汉的这种对立，也是讲有外人入来，才有啊想讲家己是什么族，啊别人是外人吼。但迄当阵拢主要是讲单一的族啦，可比讲是叫做台语，还是叫做文论，还是叫做啥安尼，这是单一的。要无形成一个集体，而且台湾原住民族的这款观念，迄当阵要无。啊，但是愈来愈有安尼。是是是，啊，而且咱知影讲早期咱讲因是高族，哦，但是即马咱就知影讲，不止高族啊，哦，慢慢啦，愈来愈侪族因有家己的这个文化认同，就开始即马愈来愈，老师即马是几族？即马是十六族，即马是十六族，委员会是安尼认定啦。所以咱就讲，有接触者平埔族要袂得入。是啊，所以讲会愈来愈侪，吼，所以讲这个族群的觉醒，哦，就是一开始是原汉，即马愈来愈侪，哦，家己的这个族群的觉醒啦，哈。好，咱过来看后一张的这个字卡哦。好，历经十年的抗争，终于在1994年将山包更正为原住民。老师，哦，这经过十冬的抗争，总算在1994年，把山包还是讲山地人，哈，改做这个原住民。哈，而且山包因为是华语讲法啦，山地同胞安尼啦，哈。啊，咱一般台语会讲山地人，山地人，或者是有之前有其他的前辈有讲。山来人，这款山来人，哦，这是早期咱2030年代迄阵，哦吼吼，咱台语的社会内面有安尼甲因叫吼，就是山台湾文化协会的这个神拜，蔡培辉先生伊的批吼，都有用罗马字讲山来人安怎安怎吼，这代志。吼，所以讲咱台语就是讲山地人、山来人，这拢过去啦。对啊，啊你讲要讲搁较过去，就是譬如有人讲番。啊、哦，对啊、哦欸。老师，你对番薯粒的看法是啥？因为真侪人就是讲，敢感觉讲番薯粒吼，伊是有歧视，你感觉？早期来讲吼，有两种写法的番呐，一个是日本人吼用草字头的番，哦啊，咱这边大部分是无草字头的番。是是。啊，其实不管是有草字头无草字头，这两个番字，其实头起先拢是咧讲在地的这种。所谓讲因讲土著啊，或也是讲在地的迄个人吼，啊，所以头起先原本意思应该是为着要区别，唔是台湾在地，从以日本人来讲吼，日本人看台湾在地，伊的公用番，包括因个分青番甲石番，是是是。啊，那么青番你讲哪像做歹呢？其实青番有迄个讲、啊，意思讲伊那啦，较原型，佮较侪，敢若讲因所谓无受教化迄款意思啦吼。对对对。啊，当然你要到落尾，咱会讲啊，那像，就是一种歧视，迄是较落尾啦。愈来愈因为刻板印象啊，种种的关系，所以愈来愈感觉讲，讲番啊，敢若较无尊重啊。是，所以讲本来番薯粒咧，咱若卖讲是指咱的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其实番薯粒就是讲。就是讲，甲咱无同款的，咱的行为啦、思考方式，外国来、外地来，咱无啥物了解，做青分的迄款人，对咱来讲，有可能拢甲当作敢那番呐安尼。对，啊，而且伫咱台语当中，嘛拢会用这番的。哎，我妈妈拢会讲，啊，你安尼，你今仔唔通。你妈搞我起番咯，你唔通翻番安尼。哦，哎，你出番呢？神功拢未听，神功都唔听呢。对，讲迄个行为、甲讲话、想法、等等，甲咱无共款，就是变作是一个番字啦，哈。好，这是咱起码来讨论番字里的这个原来的意思。好，咱过来看后一句。好，1997年第四次修宪，进一步证明为原住民族。2016年，行政院也特地核定8月1号为原住民族日。老师，1997年第四届修宪宪法，哈啊。进一步证明做原住民族，是啊，2016年行政院嘛特别核定8月7日是原住民族日，即句嘛基本上就是。
叫唤呐、啊。对、欸，主要就是因为八月初一，就是迄个所谓讲1994年的八月初一修宪哦，啊，甲迄个宪法内底的这个所谓三包这种名吼、哦，来个改做原住民。是老师，我较有好奇的就是讲啊，有的人讲是原住民，有的讲是原住民族。嗯跟这个族里是差别是多在多位嘞，主要是这个台湾原住民族啊，这、嗯哦、这个名词哈、哦，较强调这个整体集体的族群观这款的观念，所以有特别讲，应该不是干那所谓原住民，就是原住民族安尼。因为你若讲原住民，就干那强调讲啊是住伫咧遮的。人民安尼吼，啊，但是因这是包括规个文化、规个这个血统啦、啊、吼，等等规个包含伫个内面，所以按讲是原住民族。啊，而且确实是有做制作啦。是是是，吼、嗯，所以这都是今仔这個新闻，会当甲大家来讨论的啦，哈。所以讲过了后咧，默默要甲大家来讲一个吼，这个原住民族的。世事百百款，默默讲予你知。今仔日要来甲咱来观众朋友到底来讨论的是八月初一，即个叫做原住民族日啦，吼。咱知影讲啊，原住民族咧是咱啊上早伫个台湾即个土地顶原生活的民族，但是伫个过去呢，吼，因的地位甲伊的权利，煞是定定去予人放袂记啦，吼。所以讲，咱今仔就甲大家简单来讨论哦，吼，咱来看今仔头一张的即个字卡，即、这个讲到即原住民族，从为因的名开始来讲起好啦，吼，咱再讲过去咧，吼，咱的称呼因是咧讲用即个番仔啦，还是讲咧高山族啦，还是讲咧山包即款的名啦，吼，诶，即款名，咱就先卖讲即款名咧，有其实的意思，还是无？即款名拢唔是经过咱原住民因的同意啦，吼，所以讲咧，吼，伫个1984年的时阵啊，有最侪朋友因都开始咧成立即个合作。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吼、哦，这个团体咧开始咧推上这叫做正名的运动。哦，经过10年这民乱拍拼了后咧，伫1994年诶修改着宪法，吼、哦，改因正名叫做原住民。即卖嘛有人讲要加一个族字，然后原住民族。哦，即天咧会当修改这宪法，即天就是8月初1，这就是原住民日诶，这个由来。咱过来看后一张诶，这个字卡。当然讲啊，这个正名运动唔是安尼就结束哦，吼，接续落去，阁继续咧进行当中啦，吼。譬如讲啊，咱来看有这个人的正名啦，还是讲这个族名的正名啦，吼，行政区域的正名，还阁有山甲河的正名，吼，咱一个来看啦，吼。这个人的正名来讲，就是讲啊，吼，即马咱原住民族的朋友呢，因伫个身份证顶端会当卖阁用汉字名，哦，因为咱知影讲每一个。诶，原住民族咧，因户名拢有因家己的文化甲精神伫咧内面，过去咧吼拢是强逼因一定爱用这汉字名，即马会使用因家己的这个族名啦吼。过来讲来看这个因族群名的正名来讲咧，吼，咱来估计咧，叫做这个达鲁国族。吼，这个达鲁国族呢，吼，因是住伫个花莲呐，吼，因过去咧拢奉归伫个，即叫做台阳这族内面呐，吼，但是咧，吼，因就是慢慢啊建立起家己的这个文化的认同了后咧，就来申请讲，因要家己一个族，叫做达鲁国族。吼、哦，这就是族名的正名。过来，咱讲这个行政区域区域的正名啦，吼。譬如讲，这嘉义县有一个，即马叫做阿里山乡。伫过去咧，伊就是奉叫做什么乡咧？叫做五凤乡啦，吼。这个五凤两字咧，咱稍等下个简单来讲一下，吼。哦，这嘛是这个行政区域的这个正名。过来就是即马咧，正咧进行当中的山啊甲河的正名嘛咧进行。当中，咱过来看啊，一张的这个字卡，正名呢只是一开始尔，然后这关注民众呢，吼，因够有足多代志甲工课爱来进行，包括咧爱破除污名，啊，个转型正义，然后破除污名来讲咧，咱就来古都只，咱讲啊，即卖阿里山乡已经叫做五凤乡，即、這个五凤的神话来讲起，我相信咱的观众朋友咧，真侪人拢听过即个五凤即个故事啦，吼，已经够藏伫个即个国小诶。
课本内面，吼，讲到啊，迄个时阵呢，有一个官员呐，吼，伊为着吼要考劝啊，原住民族呢，卖阁杀人，吼，来服侍因的性命，吼，所以讲伊就牺牲家己的性命。吼，这个吴凤的故事，相信大家拢有听过啦，吼。但是后来大家就发现讲啊，吴凤这个故事其实是为日本时代开始来宣传的。吼，这个日本政府呢，吼，为着要来凸显原住民因未开化。因为安尼，才当做因当初时啊，这个理反政策的理论基础。哦，过来咧，就是要宣传呐，这个、日本人非常重视的这个奉公精神，为国牺牲的奉公精神。所以讲，把这个吴凤的故事咧，提来做这个宣传。哦，当然啦、啊，这个文献记载当中咧，确实是有吴凤这个人。哦，但是这拢是汉人的角度来看，会伫迄个所在，这个原住民族应该记咧传说，还是讲因的流传落来的这个记录，都甲汉人的角度是无同款的啦。吼、哦，所以讲咧，这个吴凤的故事啊，哦嘛，和这个原住民族因固有的文化，互人安怎咧，互人扭曲去啦。吼、哦，甚至咧有侪侪这个原住民族的子弟，拢感觉家己的身份。是非常的这个不好的代志，所以讲这最最的物件呢，吼，拢是咱啊，即马关注民众呢，爱来处理的代志，包括这破毒污名，过了转型正义，都包括嘞这个土地权呐、啊，自治权，这拢是关注民众嘞，即马转型正义的这个重点呐，哈。咱再讲咧，咱台湾是一个多族群、多文化的这个社会。我是讲，不管你是早来还是晚到咧，我相信咱尊重每一个族群的文化，尊重每一个族群的历史呢，这应该拢是咱所有的这个台湾人民应该有的价值才对。这就是今仔希望讲某某安尼简单的来解说咧，会当予大家更加了解咱原住民族的朋友咧，吼，因咧进行的真侪这侪侪议题啦，哈、嗯。好，阿辉老师，咱即摆来看一下，拄只某某讲到的有多一挂历史，咱会当提出来讨论哦。好，米暖，因为拄只我有讲到讲，这经过十年米暖拍拼，是米暖是。哦，咱一般就是讲足。专注伫什么代志？就认真专注，啊，佮足坚持安尼啦，安尼都叫做迷惰，叫做迷惰。啊，你买当讲佮较，佮啦，听到佮较重诶，听到佮较深诶，就是叫做迷失迷惰。迷失迷惰佮较深安尼吼。迄听到感觉上佮啦佮较深。是哦，老师，但是这个书咱日常生活敢袂当用哈？有啊，你咧讲啥物人做代志，足投入、足认真、认真，安尼就是会使讲伊做代志就迷乱。哦，就是安尼用啦吼，迷乱今仔讲予大家知影吼，讲这是帕拉，这是要对动物这个部分啦，动物的啦，动物嘿。帕拉就是这两字哈。好，过来讲这个服侍，服侍，服侍有两款意思啦吼，一款意思就是讲，佮比讲服侍这是大人，是友好父母这款的，对对，啊另外。一种是讲，奉台这个神明，而且艺术，两种艺术拢有。奉台神明嘛，先讲服侍哈。哎、这点了嘛，你讲啊，讲啊，你坐伫遐是要等人服侍哦，安尼。那是算第一种艺术。啊，对对对，这是吓惊。吓惊就真简单啦，吼。咱嘛定咧用啦，吼。你唔通甲我吓惊哦，安尼吓惊，吼。厄运。嘿，对。厄运。因为咱有咧讲在厄。在厄吼啊，是讲以早讲，可比个什么意外代志，出车厄吼之类的，嘿，就是无好诶啦，歹代志安尼。老师，你都要讲出车厄哦、喔？嘿，对对对，不是车祸吗？哦，在车厄，原本啦，原本是即马大家拢变作有用迄、那个即、這个好来用来取代啊。其实咱原本有咧讲车厄什么厄，就是什么代志啊，意外吼、喔，是是是，无好诶安尼。是，所以即厄即里咱会使搁较 Q 较 Q 转来用安尼啦吼。哦，卖点俩用着就是啊。来过来讲，这是信用马西在讲信用对吧？无呢，伊个字其实本身这个字干哪有个伊用用，这个音呢？一定要有录音的，录音的用。所以咱若讲信用，信用是这拢是好华语啊，用用起，而且歌较歹讲啦，歌较歹讲啊，所以有挂话煞变作愈来愈歌落去安尼。但是这这是台语特色，对啊，这是咱台语的特色啊，这个录音啦，哈，咱一定要甲讲的，信用用用用安尼吼，爱有录音信用，哈，
好，老师过来这阿伯这里正确。精确对，咱有个人是讲，哎，咱唔呐做代志哦，爱求精确，佮较爱求精确哦。意思是讲，拢爱足注意细节哦，唔通迄个讲啊凊彩安尼。对对对，敢那精无够，爱精哈精确。好，老师后边这里，记载哈，记载啊嘛有，另外就伊人讲记载啦哈，啊记载记载拢会使啊。不过这个载本身有用载，也有另外一种用法，亲像讲，这抓鱼吼，就是希望会到满船载，满船载，然后规船拢载哦，满满鱼啊吼，是，这物件迄意思，所以嘛有这个其他用法，就是这个载，好，这就是今仔拄只咧讲诶，这个内容会当甲大家来讨论诶一挂历史，说落来，咱就要来看今仔日的戏出咯。别去帮阿丁气化家己活动，这个陈美国，生理做不成哦，人机关灾啦。你敢用小三？那不重要啦。你上好，别敢用高三。好，老师来今仔戏出，咱要甲大家来讨论，赶快是两句啦哈。头一句，老师。讲生理做不成，人机关灾。生理做不成，人机关灾。咱这人机吼，敢那较少人用啊呢。即马咱即马拢听着讲啥？咱做人都爱有道义。老师，道义甲人义无同款少，你感觉？可能强调的物件无啥同啦吼。咱讲道义，可能是讲讲究吼做人的道理呀、啊，吼、啊。啊，做代志爱有这个讲究义气啊，什么之类吼。啊，仁义这个仁较强调这个有阻碍，还是讲有这个宽容、包容这方面，嘿，重点小可无同啦。安尼我知，咱若讲道义，道义就敢那死钉钉，敢那拢无感情伫内面，吼，就是讲爱安怎就安怎，这个都道义照规矩来安尼吼。咱若讲仁义，有一个仁义都。跟那一个人的比较多，小可诶，小可有这种意思，对对对，是这款感觉就对啊。啊，过来主要原材嘛，即马可能较少人咧用，是原材，什么货原材安尼？什么货原材？譬如讲，咱这是讲人机原材，老师，咱日常生活嘛会使讲哦。哦，敢那有啥物菜色，也是啥物货煮吼，煮搁较久，迄营养要搁原材。哦，营养原材，菜煮较久，菜煮较久，营养原材，原材这个词当个 Q 登来讲啦哈。好，过来看这第二句，你上好卖介意有交叉。哦，主要是当然要讲这个交叉，交叉、这个词啊，咱、可能一般会听到人讲啊啦。啊，你卖插伊就好，还是讲啊，你卖甲伊斗阵，你卖甲伊做伙，你卖甲伊往来吼，等等这种讲法。啊，其实交插伊早拢有咧讲啦。起码咱拢讲一寡啥物交往啦、往来啦、往来斗阵啦、做伙做伙啦，吼。其实用交插，其实用交插，较咩啊讲？因为交插就是拢卖有任何计较接触，卖有啥物关系，卖有啥物拢卖的，你安尼就是卖交叉。一点嘛都卖目掉，这就是卖有交叉安尼啦哈。你上好卖甲因有交叉。好，这就是今仔这戏出，咱会当提出来甲大家来讨论的哦。好，时间差不多啊，哈，第一只嘛感谢咱的阿辉老师。麻利麻利。好，这句是感谢意思。感谢意思哈。啊，那再会嘞。阮主编做甲咱讲台语的同款，其实无咧讲再会，无咧讲再会，吼，所以咱就是顺行，顺行，好，啊，咱就安尼，我即马唔知要哪讲，咱就顺行。